11点20，正好出发了。 依旧从G40的如皋坎入口进入高速，往南通方向，一路畅通，已到达疏通大桥。 在画面的右侧，停泊的是前苏联太平洋舰队的旗舰"明斯克号"航空母舰，曾经的一代枭雄，如今停泊在港湾里，注视着南来北往的车辆。哎，那边由南向北，桥面上。 小车又追尾了，这一追后面有的堵了。常熟开发区，我又下来了，又是。 去掉了，210，178。从上海的华亭道口进入上海地界。 下午的3点，3点半，在这边卸了一票货，其余的是到杭州的，然后我另外又配了30几个方的空塑料桶，也是到杭州的，我们现在去装货。我现在在上海的嘉定，装货的地方是在经商的旅巷。 也是往杭州方向去的，就是旋着这样的货，就是不绕路。好的，74。 你看，你看，我在。你还别的货是吧？不是，先那肯定要分前面嘛。你后面空间大，你得把后面好日子都过了。你全部装好了，后面的。那你别管，你把好日子都过掉了，把后面怎么办？你全部在这里吧，这里够吧？啊，够的，好的，来来来。来来来，等会儿啊，等会儿。 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弄好站好了。
你看，还是警察前面好，对吧？你刚刚要叫我先抓后面的，那什么？因为我知道我还能抓多少。前面抓的小了。我知道我车子能抓多少方，你懂吗？好了。好的好的好的，我来把这个半个门开关了，你不要下来。好了好。下午的6:20，杭州的这个塑料桶装好，拿到地址以后要先规划一下路线，然后接着要跟收货人联系一下卸货时间。好了，朋友们，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大家转发点赞，我是开货车的飞毛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